也是，那个乌日的也是，那我本身在中鼎工程31年，很厉害，所以我很清楚，所以我打了电话问了我们同事，结果他说结果，哎对，他说结果说，哎对。要6个冠状花关掉才有可能这项目全部，所以政府常常会告诉我们，他不喜欢讲的事情，一定不是这是这个花的问题啦。那这样我们的习惯也很不好，这样崩一个礼拜，叭叭叭叭，天天都在崩。第二个礼拜不啊，他今晚上来讲不啊，我们太容易遗忘，太容易被啊，可以播了哈。然后这个我们终于拖到拍戏拖杯哈，拖到爱拖杯啦，爱拖杯啦，奥体拖杯拖杯，拍戏拖杯，但是不是奥体的哈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聊聊我们这个热场的心声的哈，时事，我们期待他更好，不是骂他就是就是反对他，骂他是希望他能变得更好，让他。然后让我们可以更放心。对，我们是恨铁不成钢啊，我们不是骂他要把他拉下来，拉下来干什么？啊，赔有什么赔？还不是我们现金？不是我们。